随着比赛的进行当中呢，他们的比赛感觉跟节奏是越来越好，尤其是工具人的进攻也是同样以连贯为主，就是他的变化连贯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最后上一个变化。但是星雪我们前面说了，他这种场上的覆盖面积小，但是他在前半场的一些封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。漂亮。连续拉开不着急，那这分差拉的比较多嘛，双方现在场上在我们讲到的篮球
行。防守拉开，去把自己的手感能找回来，先形成一些多开吧，因为在第一局有一个反击机会。滑开对角，哎呦，这个球！最后表演一个黄金屏是领先，接杀。日本羽毛球大师赛第一轮，邓俊文和谢永雪跟雅思组合打了三局。刚才这个反拍勾对角质量要求太高了。2-0战胜了对手。今天第一场地的比赛进程相对来讲还算更加激烈，因为第二场地的第三，两边分球，劈对角，机会来了。